几天落雨较淡湿，脑开除湿机都要特别小心。台南永康一间主体火烧厝，一家口啊四个人惊吓逃命。这个着火原因就是甲除湿机有关。另外，高雄三民区某一间公寓来火烧厝，讲是因为电脑用伤久，加上烟灯线老旧，烧怕电来着火。去年国内因为电器发生的火灾有2971件，有51人因此来死亡。消防员特别来提醒，一定要随时注意这个电器运转的状况。公寓的窗门一直出烟，住户赶紧走出来喊救人，消防人员到位了，冲去二楼，将倒伫涂骹的十个人送医急救。火灾现场是高雄市的三民区一栋二楼的公寓，目前怀疑讲可能是这十个人长时间用电脑加上烟灯线较旧，才会烧拍电。另外一件火灾可能也跟电器用品有关系，地点在台南的永康，一家伙四人住在二楼，关系里要困，竟然开除湿机，半暝熊熊闻到臭大味，两个大人两个囡仔赶紧走出来，有可能是除湿机烧烧引起火灾。依照内政部统计，去年国内有2971件电器火灾，是导火原因的第三名，造成51人死亡。所以讲，用电器用品爱细致。好，不要有过负载，就是延长线呢都把它插满了电器设备，这样子也会造成这一组延长线或是这个用电的回路呢会有危险的状况发生。偏偏在同一个插座或是烟灯线顶面连接烧着高功率的电器甲电线边啊，慢慢放一挂较好导火物件，安尼拢是减少意外发生的用电的原因。